Yaşın.熊猫它这个幼崽生下来，其实它的个体是很小的，相当于妈妈的千分之一，所以说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发育不完全的这么一个物种。熊猫的产前反应到它生产时的这个过程，会持续很长时间。 在这个过程中，就需要这个连续不间断的记录它的一个产前的一个行为，有这方面就是能够长时间记录这个视频的相机来作为这个资产。 繁殖的大熊猫，就是我们刚产崽的这个熊猫的话，它的对周围的环境还有它这个人为的干扰，它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。所以，比如说像按快门的时候，听不到快门的声音，尽量就是说不打扰它的情况下，能够拍出更好的照片，更好了。新的相机技术可以更好的为大熊猫的繁育研究提供更多细节的数据。